没有，他不是传统蟑螂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没有认识他。他在野外是不会有什么生存能力的，因为那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可能是有人养蜥蜴，然后有养这种蟑螂，可以喂红龙啊什么的。他跑出来啊？跑出来，所以他现在已经很瘦了，根本就……那你不可以吃，这可以喂鱼啦，放生喽。你喂鬼啊？鬼鬼，你怕蟑螂吗？不要闹啊！没有没有。我要去，会泼下去哦。我放在地上，看他会不会爬上去。他不会那个。不要。好了好了，去吧去吧。啊，那么多只啊！两只，他不会，他根本没有什么，他跑得又慢。不是靠近我。他不会，他不会爬。在那里吗？他不会爬太高。影响我们的工作。他不会爬太高。时间不够了。真的，他好像去树上。哦，不是，我可以涂，我涂来涂好了。你要把洞补齐哦，你不要把我的弧线弄歪哦。什么意思？我这是有弧线的，你就把一些洞补一下这样子。哦，不要涂到这里。没有，那边可以涂，就是看能不能摆就摆。为什么是？它是别的颜色，可是因为它那个红砖就是有一点脏，所以我现在在补这个洞。这样，我现在在补这个洞。这样，怎么啦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要留这个洞，对不起。我就是修了那个线。啊，远离凶案现场。哎呀，是要涂这里啊？我，你把它刷弄成平头了啊？我的海浪。等一下。没有，这个等一下可以盖掉。不是，那我要再从高处开始盖。你有个，你看一下，我画了一个圆，我就是在修那个心，然后你把我的那个凹槽。所以我是要涂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补洞而已。看他崩溃，真的好笑。那怎么办？我帮你。你可不可以下去？可以，飞吗？好了，你补这个啦，你补这个黑黑的。那我那个洞，我还是得要往上压，我的海浪怎么办？可以，我教你。你再压一个过来啊！对你那个蓝色可以，它直接盖掉，因为是白色的。你刚为什么不问呢？我刚有问你啊，你刚刚自己说把那个补起来啊。我说的是这个洞，这种洞。我以为是那个斜下来的洞。哎、欸，这样，这什么？你不要再涂那里了。不是这个白。好，你没心的事了，因为下面不要动，因为下面已经涂过，我只是要补上面而已，没事的，谢谢你。